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七七的频道。今天小助理带你们看的这套房子呢，是位于休斯顿 Cypress 一个非常好学区的二手房。这个房子是2012年建的，售价67.5万美金左右。但是因为是二手房，一般都是需要竞价的，而且它还是一个好学区的二手房。对大门就是这样的高挑的客厅，然后往里走，同样是高挑的客厅。大部分人都还是比较喜欢两层带高挑厅的房子。整个房子用的是这种暖黄色的墙漆，所以就看起来比较的温暖。当然，如果您不喜欢这样的颜色，买了房子之后改墙上漆的颜色还是非常方便的。这里是早餐厅。开放的厨房，厨房的旁边呢就是洗衣房，洗衣房里面的那个门就是车库门。客厅的旁边呢就是主卧。主卧是这样弧形的窗户，主卧的里面呢是主卧的洗手间、双洗漱台、浴缸、布置衣帽间，右手边这是一个马桶间、衣帽间。大部分正常的主卧的卫生间都是带这样大窗户的，所以就光线非常的好。一般呢很多。客卧的卫生间都是不带窗户的，当然也有部分的客卧的卫生间是带窗户的。我们从主卧转出来，然后回到刚刚入门的地方，在门口两边呢，分别是书房和主餐厅。书房是这种开放的书房，而且做了内嵌的书柜。主餐厅的墙用的是大玻璃。好啦，现在我们去二楼看看。因为它这个房子是2012年建的嘛，所以总体维护还是非常好。只不过在一楼那些实木地板上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瑕疵，磕磕碰碰之类的，但都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。这里是活动室。整个活动室的感觉就很像幼儿园一样，供小朋友学习啊、活动啊、玩游戏啊，空间还是非常大。活动室的旁边呢，这个是下沉式的放映厅。从活动室出来，首先右手边是有一个卧室的，它的楼上一共有三个卧室，两个洗手间。两个卧室是共用一个洗手间的，但是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。这是第一个卧室，它的卫生间在门口。对面这两个卧室就是共用一个卫生间的，但是它的特别之处在于，你看，卫生间的入口都在卧室的里面，这样的话就感觉像是一个套房。但是当你进了卫生间呢？就发现正对的只是有一个洗漱台，然后开了门才是浴缸和马桶间，穿过另外一个门呢，又是一个洗漱台，然后出来就到了第二个卧室，所以这个卧室的卫生间的门也在里面，就感觉像是两个套房一样的感觉，但是严格意义上呢，他们又是共用一个卫生间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去后院看一看。后院的入口呢，就在早餐厅的旁边。打开门就是一个这样的 patio，有烧火、烤火的炉子，还有室外餐桌，还有供小朋友玩耍的跳跳床、泳池。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房子。如果您对这样的好学区二手房感兴趣的话，欢迎联系积极地产团队，加我们微信。或者上我们的休斯顿好房网看更多房源信息吧，
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